现在也是替一切我们的乳母有情发心皈依三宝，南无布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桑伽雅。这里的佛说无量寿经啊，这佛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说是对机而谈啊，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乃至十法界的众生，无量寿是指阿弥陀佛，但是因为阿弥陀佛是梵语，有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清净光、智慧光、无碍光、超日月光、清凉光，对净土、对极乐世界，佛陀也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之。在一片碧蓝天空下，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，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，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。穿越过层层明幕后，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，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。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，养育着许多的无命，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，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，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，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，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。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，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，更激发其活动力。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，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，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，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。此区除了有成犬外，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，以及出生不到三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。
猪舍里贪吃的猪之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，不亦乐乎。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，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。天地有爱，人间有情。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，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，动物们的桃花源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拆飞机救猫咪。在美国一处戒备森严的空军基地，一般人是无法轻易进入的。然而有一只小猫却无意间闯了进去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是一只小猫咪。你看，这只小猫咪一点都不怕人呢。我这里还有一杯牛奶，小猫咪，你想不想喝牛奶呀？他真是什么都懂啊。是啊，你赶快把牛奶给他喝吧。看来他是饿坏了。是啊，他这么小，而且我们基地周围又没有住户，他哪里能找到食物啊？小猫咪，以后你肚子饿了就来找我们，我们会给你很多好吃的食物。哎呀，要集合了，我们要去进行训练了，你就在这里慢慢喝，等我们训练结束再来看你。这只小猫吃饱喝足后，便溜溜达达地走到了停放飞机的地方，那里停放着几架直升机。小猫咪对这种庞然大物感觉很新奇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好神秘。哇哦，从这里好像可以进去。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好玩的东西，说不定还会有美味的食物呢。我一定要进去看看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看来得爬进去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。直升机支架处的这个缝隙非常小，但是这只调皮的小猫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了进去。哎呀，这个缝隙也太小了吧，我的头都要被挤扁了。怎么回事，这里面怎么这么挤啊？而且什么都没有。不行，我要出去。我出不去了，怎么办啊？我被卡住了，救命啊，谁来帮帮我。这只小猫就这样被卡在了这架直升机的机身里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基地的士兵们准备驾驶飞机进行训练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我想我们今天的飞行训练会很顺利的。希望如此啊。喂，老兄，你在发什么愣啊？赶快登机，要是让队长看到你动作这么慢，又得受罚了。等等，我好像听到了小猫的叫声。小猫的叫声？你看，那只小猫喝完你给的牛奶早就离开这里了，你还惦记着它呀。
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这不是错觉，的确有只小猫在这里。这一次我也听到了，好像就在你飞机的周围。猫咪在哪里呢？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？为什么还不赶快登机？报告长官，我的飞机周围有一只小猫。有只小猫？哎呀，还真有只猫在叫，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飞机里面传出来的。什么？在飞机里面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家循着小猫的叫声找，很快的就发现卡在缝隙里的小猫。天啊，这只小猫是怎么跑到这里面的啊？难道它是从这里钻进去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个缝隙太小了，它怎么钻得进去呀？它好像卡住了，这要怎么办啊？这只猫还真会找地方钻，偏偏跑进了飞机里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它不会是又饿了吧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先喂它一些吃的，然后再想办法把它救出来吧。可是它被卡在那里，我们怎么喂它？对了，我有办法了。哎，看来这只小猫的确就是从这个缝隙钻进去的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它现在没有办法从这里钻出来的。是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看只有将直升机的外壳拆掉，才能将它救出来了。什么？拆掉直升机的外壳？这怎么可以呢？长官，除了拆掉直升机的外壳，难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来救这只小猫吗？不行，直升机外壳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地拆掉呢？就算要拆除，也需要向上级报告申请的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提出申请。长官，请您协助我拯救这只可怜的小猫吧。哎，好吧，我现在就打电话为你申请。上校要是知道我们为了一只小猫而拆掉直升机外壳，一定会骂我的。为什么你非要救出这只小猫咪呢？它钻进这个空隙并不影响飞机飞行啊，我们大可不必管它嘛。不，长官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，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好吧，我会说服上校的，你们就准备好工具拆飞机吧。小家伙，没事了，待会儿我们就能把你从里面救出来了。上级最终同意了这些士兵的请求，允许他们拆开直升机的外壳，拯救这只调皮的小猫。你小心一点啊，可不要误伤了小猫啊。放心好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很快，直升机旁的钢板外壳被拆了下来，小猫也顺利地被士兵从里面抱了出来。调皮的小家伙，你被吓坏了吧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到处乱钻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长官，怎么了？你看这里。天哪，这个螺丝怎么会松动了？这个螺丝一旦脱落，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故障，甚至会出现坠机的危险呢。天啊，还真是多亏了这只小猫，如果它没有钻进这里面，我们哪里能发现这个快要脱落的螺丝啊？是啊，我当时就准备要登机起飞了，若不是这只小猫一直在叫，恐怕现在我已经驾驶着飞机起飞了。如果在空中发生故障，那真是不堪设想啊。你真的是好心有好报啊，如果不是你一心要救出这只被卡